我是台地文教基金会志工，我是张嘉玲。今麦咱现场所特别是李水涵台湾省的后生李永昌先生，伊特别来遮呢。咱今麦请李永昌老先生甲咱讲几句话，甲咱加油一下。有院长，小问题在休假，伊听到阮老母伫台安医院咧住个时阵，了讲伊做输血，伊主动个输血，个心把它捐化了，我心里感激。本来台安医院对阮个家属无啥物感情，但是呢，以前啊，李院长来以后呢，台安医院更要出力。所以我足感谢伊，阮老母有教导，咱会记诶人个名，所以咱台湾爱开个，你说爱台湾人爱有尊严，安怎来拍倒国民党？这是咱个念。台湾有一句话讲，到处是敌人，就是敌人。这个台湾全部是国民党，我好啊，外地政府我唔知。但是我十五岁时，亲眼看到阮老爸对找出去个证人，了后伊是安怎甲拖到阮老爸，这是我就真欢喜。嗯，无话讲，安尼感觉。所以我即马咧要民进党若摕到这款的时，就爱查真相，二八的真相是啥物，爱搞错。但是讲，你结婚早知影，但是叫老爸，你来开会，你开会。但是呢，我相信，一定，有那个，一定有事情比较工作人员啊，你去，当护理界这个一老爸，所以我是感觉到，我实在是，我一定要来做。对吧，我一直没听说，我没有听说，就是啊，老就是，这就是历经过文章，海军局在台湾，连军总部搞阮小弟讲，你若甲美国兵啊讲二八的代志，你就爱抬头，啊你甲讲啊，二十六年的中间艰苦的迄个生活，遭遇。美国移民，是安那？美军顾问团的研究讲啊，就这是真好，特别消费哦。海军、美国海军部，把这个人替美军顾问团做了二十六年，这个优秀的人，咱就爱来干负责。所以，阮小弟。是啦，你去美国三十几年，所以专家移民，所以回来。伊最近五个个性的事，四个个性的事，四个二到个性的事，伊伫遐教囡仔交代，台湾独立这个机，一定爱给伊，管不了。这是我一定爱的。以上是台湾台地文教基金会志工张嘉玲伫蔡英文全国竞选总部采访。